秀敏，如果他的分数成绩不好，你不要生气，就说明这个软件不准，因为你真的很帅，好不好 ？You're good. OK. 你可以朝向观众一点，这个角度哈，就光。OK. 好紧张，到底是多少分？看评语，看评语，看评语。预备起，你父母有没有让你离家出走？哦 ，Donkey， 哦 ，Donkey。等一下，也许是最好的分数了，因为我发现这个叫长得好看的人分数不见得高。对对对，对，别安慰他了。OK， 好，下一个你觉得应该要谁来？你指，你选，你指一个。全全全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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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紧张，大家都。哎，这个分比，秀敏拿过，秀敏好难过。5.7。哦，这个评语也好毒舌啊！你丑得让盲人都哭泣。谁是下一个？挑一个。累。好紧张。躲起来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个他目前是最好成绩5.0，哎，你需要回炉重造。这不准啊，这个本来就不准啊，我觉得没事。 OK， 接下来没关系，所有的旋律我们放到最后啊。累，我们下面找谁？鹿晗。 OK， 鹿晗。好，我们这位在街上被星探发掘的，好小的脸，哎，脸太小了，根本弄不进去。哦，这个应该高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分数跟那个拍不拍的，哎，这个后面还有一张脸，那是谁的？那个后面还有一张啊。是后面那个脸，是后面那个脸，不是你，后面是谁？后面那个，没有，后面是谁？后面是谁？后面也是他，后面是大屏幕里面的他。哦，后面是大屏幕的。作为外星人是怎么看待我们人类的？我们问一下鹿晗如何评价这个程序啊？挺好的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没事，你待会儿可以点我们那个主持人，任何一个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现在先，下面是谁？下面是谁？你点。队长。哇！我能问个问题吗？这有零分吗？这确实有零分吗？我以前就是零分。等一下，何老师，拿个凳子给你拍他。那我可以跟。不是，我是要你站在上面拍他。对啊，他这个如果是高分的话，我觉得这软件就可以摔掉了，我觉得。哦，零。我觉得是。让他自己来念这个评语，让 Chris 自己来念评语，让涛来练，让涛你来念，来念这个评语。如果美丽是时间的话，你就是永恒。涛这样念的，如果美丽是时间的话，你就是永恒。你觉得你会是永恒吗？会不会？会会啊！哇！哎，你低一点，对你低一点，好像俯拍的感觉比较好。
哎呦，害羞了。这成绩肯定好，你们信不信？哇！哇哇哇！最高分！难怪你不愿意选择任何一个人跟你散步，因为你是最美的。对啊，哇！我是为了要念一下你的评语是什么？我的火热足以融化冰雪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我觉得。哎，我们给鹿晗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他现在成绩，我也觉得，哎，稍微低一点拍，对，补拍一下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他好好拍拿零分是有可能的。